多么好的晋元王啊，可惜如今却是一个废人。你真的不怨？因为双腿残疾，你离不开轮椅，无法及时赶到心爱的人身边。因为虚弱的身子，你无法练成顶级的武功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人被刺杀，也无能为力。你扑身向前，想要接住烈如歌，可惜你武功不济，双腿残疾，只能在地上爬。只要你肯帮我，你所有的遗憾，我都可以帮你弥补。太迟了。你的耳朵能听见，都是我的功劳，是我授意暗夜诀去做的。如果你再执迷不悟，这世界上一切声音，你都不会再听到。听不到又如何？你就不怕你心爱的人在受到威胁的时候，你什么都帮不了吗？你说什么？只要尸体一日没找到，他就还有活着的希望。玉子涵，只要你肯帮我，我就放你出去找他。你想不想去啊？而且我不会再伤害他，如何？这世界很酷。